住的现在，这个博士后边博士生们呢，我去年在这个各大学讲课，我跟他们聊过这个问题。我说你们离开电脑还能写文章吗？说很困难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汉字不会写了；另外，组织一句话、一个词语都记不住。电脑上都有现成的，一调法就出来一句话，一篇短文很快。如果要把